皎洁之呼吸。为什么今天是他做开头，然后在那边动运动做体操？我觉得小杰会被说丑，是因为他的眼睛眼影画得太恐怖了。等等，今天不是说查克来吗？怎么袋鼠也来啦？他们每一天都来，还是说已经上了？他搬来的呢？好哟。先聊。他讲话的声音怎么就是特别的梦幻？讲个两三次，应该就开始循环了吧？妈妈手上拿着树枝，哎，妈妈捡树枝。这是谁啊？我们来一些我没有看过的。阿力，狗，摄影狗，摄影师旁边站了一个人妻，关系不单纯。那这只狗是居民吗？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直接赶走啊？想想这地下有杂草也很鸡耶，能不能请人来帮忙拔杂草啊？就说这只动物会帮你拔杂草之类的，这有没有这种功能啊？这杂草其实蛮烦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我先开放海兔进来帮我移树拔草，可以这样吗？就只是想要先把我现在走路的这一块草拔一拔，然后树移一移，这样而已，移到右边去，这样而已。哎，你不要乱捡啊，那些东西是等一下来交换的呢。过了可以买哦。哦，就是说你的 ATM 里面会读到这个东西的资料，然后你再回你自己家的商店用买的，这样是不是？等于是开了一个图鉴啊。哦，所以我听说人家会有一个什么摸摸区，然后摸摸区的东西被人家干走，是这个道理啊？那我懂了啦。就说有些人不止摸啦，他就把你东西直接整个干走了。我在家的时候就可以。大便帽，这个是动身机耶，收起来好了。原始人，哎，这样，等海兔废完之后，我再把地上这些东西，还有这些装饰品移到这边。可是我不会做告示牌，你们知道吗？比如说告示牌插在这边，说这里是摸摸区，这样子。我的博物馆在哪里啊？该不会是那一间吧？奇怪，我的博物馆怎么跟你们的不一样啊？还说他还要盖啊？就是说这是第一阶段而已哦。大只的猫头鹰，咕咕咕鸡，咕咕鸡，是。展览品还要再给他更多，对不对？化石，展览品，咕咕鸡，
数量到达一定的数量，他就会开博物馆了。然后我就要帮他收集材料。啊、哦，现在才会有铲子跟撑杆跳。这样子想想，第一件事情像上一次，就是拿生物给尼克看，然后猫头鹰来了，你才会学到铲子、撑杆跳，你就可以到你自己岛旁边去看。但这些东西因为一开始就有了，对，这就是最简单的主线，我都整个就跳过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到现在才在做一些新手的事情。挖垃圾天才。啊？为什么不能捐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？我到底是先鉴定了，然后再捐给他，还是要怎样啊？烦死了！我刚是都鉴定了吗？难道不能一次就鉴定、捐赠一直线这样子一条龙吗？他每次要点一下、点一下、点一下。风神翼龙不就是我在 ARK 里面一直给人家偷打的那一只吗？对着风神翼龙的头一直用狙击枪打打打，然后敌人不是敌人啊，别的玩家的家突然就爆炸，然后死了，然后就东西就掉地上，不就是那一种吗？最喜欢偷打别人家的风神翼龙。不要啦，听过了吗？带 ARK 学坏，本来就是坏的，好不好？过得很嗨。嘻嘻嘻嘻，凉爽。冰沙不能捐吗？我觉得冰沙其实也是，企鹅也是动物之一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这整个岛上的动物不是都可以拿去捐吗？这样子比较起来的话，真的很白痴。哎，哇，这超大只哎、欸！比目鱼，我可以把查克拿去捐的吗？度嘛，就物种嘛。狸猫也捐了，猫头鹰都捐一捐。好。这样已经付了嘛，然后再讲话。好好招呼客人。哎，我明明是来这边，我才是客人呢、啊。我是缴了钱来体验无人岛计划啊！我现在要来招呼客人，为什么？偿还贷款，存款。这贷款不缴能不能？这贷款，但是如果一直都不缴，我的房子不是一直都卡在最第一个阶段吗？那这样子主线会进行吗？好像也不会吧。又来了，继续扩大。好，会啊、哦。哦，这个要等海兔回去我才能跟他讲啊。认真工作的一天呐、啊，偶尔啦。你这个游戏如果东西太乱，对不对？除了影响心情之外，很多东西其实不方便。虽然是做垃圾岛，但是你至少动线你要清理一下。你这走来走去，树都挡住了，什么东西都掉在地下，说明树后面就藏了几百万，你也不知道，挡死死，你们懂吗？太棒了吧 ！B 级 ，B 级是好还坏啊？最好是什么？A 级吗 ？B 级的人生，配合 B 级的装饰品。干！
那小，这个号码是自己挑的，还是说本来就是这个号码？太好笑了吧！哎、欸，哦哦哦，我家扩建的啦！哦，发觉为什么每次扩建的，我都要过一阵子我才发觉啊？新房子、欸，啊，要从这边开始哦、喔。那个是不是狼蛛啊？先慢慢走哦、喔，这样子，小杰看着我。哎、欸，小杰还会松了一口气耶、欸。哎、欸。人生中第一只狼蛛。很奇妙的是，这种东西很多的游戏，对不对？我就没办法说很快速的把一些事情都做好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就会一直想要说，嗯，我这身上这个东西要放哪里啊？我身上这个东西应该收起来，还是要放地图上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杂七杂八的东西真的一大堆啊！这大爆桶是用来干嘛用的？这个岩浆上面放大爆桶，好熟悉的场景呢，好像是打焰王龙的时候在做的事情。房间装饰太火焰了，感觉满脑子都是有点想要爆冲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已经在做一些很热的事情了，这些事情赶快做一做，我就要去玩别的东西，或者是做别的事情。妈的，一件事情永远做不好，就是一个火热的地方，累死了。干，开始急躁起来了。这不是小孩子 game 吗？快呀！他、啊、这个字没办法直接按掉哎、欸！垃圾堆地板哦，寄给我啊！如果你有的话，你要来换也可以啊。好了啦，这个房间就这样子了啦，我已经没办法了。这个房间我只要一走进来，我就觉得很火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非常影响心情的一个地方。而且你觉得就是说，哦，今天心情好冷静，好和平哦，我想要稍微的火 fire 一下，暴躁一下，你就进来在那边躺着，然后看这些火这样一直烧，对吧？觉得今天天气很冷啊，就可以进来火一下，火房，火房，懒趴火房，什么火葬场吗？我从那个房间的样子、那个样式进来，那个垃圾铁皮屋，我就觉得已经凉快很多了，心境上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可以影响你的心情。然后再从这个铁皮屋去野外，你又觉得哦，又自然了一点，自由了一点，这样哇，好棒好棒哦！一整个心情的转换，真的真的，你要不要来我家进来看看就知道了？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真的会觉得心情很差，会想要揍人。
怎么那一格不会中啊？啊？旁边的人气都不帮一下，看着我被盯，搞什么啊？前脚要放下哦。哎，我的房子，548,000，好。签约没有在怕的，看你要签多少钱都可以。好快就能完工了。我还没有去拜访过邻居耶。尤其那个查克完全不想理他。我有个问题哦，如果我想要把动物赶走，是不是一项大工程啊？你没办法说马上的就啊滚就滚的这样啊？是哦，巴克的家，这不是跟我家没两样，这不是笨色堆吗？还不能动哎、欸！嗨。喊沙小，他刚是不是往我的脸上咳嗽啊？明天可以玩。他口头禅是什么？露露，露露是他口头禅。露露，有没有什么动物的口头禅是“祖噜祖噜”的？哎，你好啊，超级奶头，祖噜祖噜，要来我家参观一下吗？祖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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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改，可以改，不是要？他家怎么那么高级？哎、欸，而且还有自己的音乐，这三个是同一时期搬过来的，为什么查克他家像笨色顶屋一样啊？啊？他还有音乐可以听？我看他的东西。冰沙的房子好像那种小孩子房子，就是有书桌啊、木书桌跟木床这种已经整理好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讲话一下，哎，这是我呢，我啦哦。他是说欧拉吗？还是我听错了？去人气家看看。我希望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像上次讲的，狸猫打手票，买了一张，然后你可以把你不要的动物直接给踢走。他们在家不能去了，他不就在这边？他这个位置看起来好像脚长了一只袋鼠。他不在家，我不能回家。我要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他回家去参观他家、啊？我想一下啊、哦，他怎么一直在呼吸啊？哦，他在练哑铃啊，还以为是什么青蛙之呼吸哎、欸。我去开一下啦，我又有钱啦、啊、我到处都有钱啦、啊啊、我摸摸啊，我字还没有打好啦，干，有没有告示牌啊？怎么学啊？冰沙手上拿的那坨什么酱啊？看不清楚哎、欸，花篮吗？本东是不是啊？
到没？这就是我想把查克丢出去的原因。这是一个女生，不是啊，母兽岛。我查克啊，算了。啊！被吃掉了，这里东西太多了，靠北干！他妈的，第一次看过是什么垃圾啦？为什么啦？摸摸，进来就直接看到"摸摸"两个字，而且最近哦，人家说Steam上面。Steam 把台湾归类为国家，所以要赶快去举报，然后这样子中国玩家就没办法玩 Steam。大家说不要啊，快住手！不，他们要玩 Steam。我们赶快去举报了，然后到时候他们全部都憋死在中国，全部憋死，没东西玩了。他们只能玩腾讯啊，还是什么加自制的游戏平台这样。他们可以去玩大冲锋啦，不要玩 TF2 啦，他们要玩大冲锋。好几年前的梗哦，妈的，好好笑啊！大冲锋，还有那个什么、啊，守望先锋，快笑死！你没快去关门啊！走开啦，干！不然就走啊！挡在门口干什么啦？坐公车、坐捷运，你就直接站在门口的吗？我可以来摸了吧？摸摸去。你们身上有没有带我没有的东西啊？大家来摸一下。是要捡还是要摸啊？就是说没有的，你可以摸一下。化石也可以摸，买得到吗？可是摸要丢出来好麻烦哦、喔。这我全部都没有哎、欸，买不到，那我干嘛摸啊？这边有制作蜜桃帽、哦，那么多啊。放在这里，我只要这样子摸一下，这样拿起来再丢出来就够了。是啊，大家来摸吧。乞丐现场，每个人都捡捡捡，丢丢丢，摸摸摸的，一人染病，全员得病。洗手啊！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哪些东西摸过啊，这要怎么分啊？太累了吧！这骨头等下他拿去捐，哎，不要，我先不要捡骨头啦，这个应该要等博物馆盖好之后再去弄了，太麻烦了这个。堆死人骨头在我家哎、欸，你不要盖住我的 NNSL 好不好 ？NNSL， 然后上面一大堆骷髅头，这是在暗示什么东西？下面应该再喷一个 Steam 的标志，然后再喷一个台湾国旗。嘿。欸、那个原始人带着狗狗的嘴巴看起来有点可爱耶、欸。学什么都不知道。
露出了一个很骚的表情。她是女的，而且是一只狗。欢迎来到母兽岛。哎，学完了，摸完了没啊？还是我的东西你们都有了啊？可能吧。人跟人之间是没办法贴太紧的嘛。我的火烧房只剩下一点点的站立空间，那人太多会发生什么事？挤爆吗？就挤到门口了这样子啊？这人超多哎、欸。也不会卡在门口一堆人，然后要进来等着火烧就对了，等着火化了，都进来，我们等人全部进来好了啦。在里面一点啦，这样子没有位置，就挤死在这边的啦。还有几个啊，都进来排队火化，有没有哭的表情啊？可以对那个正在火化的人，然后哭。卡在门口就不能，准备火化的人，怎么想？烧了烧了，在，快哭啊！换个角度照一下。只有这个角度，近一点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拍好了。走啊，干！你们不去看看我的动物吗？对，好热哦！好白痴哦，你！这游戏还有大便呢！我可以去，我可以制造很多大便化石，然后丢到朋友家去吗？可是丢出来之后不会是这个实体，对不对？好想去丢哦！干！这个能不能删掉啊？可以检举，我要检举。好多、哦，违反上梁风俗，猥亵内容。会发送给任天堂，有趣有趣。我要关门了，我找一个朋友的家去看看。这小岛怎么看起来这么的原始啊？还是说本来就这个样子、啊？带杀人狂吗？我刚看见一个帐篷、欸、那是什么商店吗？看看有没有商人啊，可以买一点我还不能买的东西。而且是下雨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哦。到时候我也要盖一个露营地，然后会有动物来居住，对不对？就这个东西嘛。他的动物，他来居住的动物是蓝色的牛、欸，哎，玉兰，很玉兰。他手上是拿三明治吗？怎么好丑啊？他的眼睛不太可爱啦，眼睛换掉就 OK 了。哎、欸，这只熊看起来就蛮有趣的啊。阿青，欧仁青，恩前青，然后他这个风格应该就是他自己的风格，对不对？我
很树木，很水果。这代表说他的初始岛民有一只跟我一样是奥兹民吗？还是说搬来之后会是这个样子啊？还是说三只其中一只是奥兹民？哎呦！啊，这只花呢是那种重金属风，是不是？你看它耳朵上面其实有穿呢，那个叫什么？柳钉吗？钉子？钉子狗？毒狗？还有哪里有房子啊？哇，好远啊！怎么会动欸？這什么？我捐这个有意义吗？意思意思，捐个一块、十块好了。触发一下条件还是什么东西的？这是他们家的哦。盖坡是说刚好这样上去这样子而已哦，方便行走、啊。哇，这是比较后期的居民哦，东西都有哎、欸，松鼠吗？厄利斯，鼓励鼓励，他、啊、这个音乐好想要、啊。很乡村的感觉。我发觉哦，这个游戏是有300多种动物嘛。你觉得可爱的动物，但是另外一个不一定觉得可爱。它的风格很奇妙，就是可以很明显的发觉某些人，就是你朋友的喜好这样。有些人会觉得这只可爱，然后我会觉得这只哎普普啊，这样这种感觉。妈咪哎。亲亲，袋鼠怎么都是妈咪啊？哇靠，粉红哦！当丽娜，眼睛好痛哦。他的口头禅是卡，对他的床。哦，好红哦，这个。我想看这些动物的正面，但是看不太到啊，看到了。嘴巴前面那一管看起来好好怪小。哎干！网路的小屁孩，怎么有这些称号啊？网路的小屁孩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如果要真的要检举什么不雅的什么东西哦，他应该要检举自己才对啊！怎么可以说我是小屁孩？这叫自由自在！哎、欸，第二次了，搞什么啦？这只无尾熊就不会出来一点吗？怎么都卡在我家旁边说，哎、欸，超级奶头，然后我都进门了，是这样吗？脑袋坏了、啊，公然猥亵头啊！要不然呢？确定？干！从后面看，这有点恐怖。对，发型好恶心的、啊，公然猥亵头就停这边了，下次再玩。他身上有没有什么？不是他们的身体因为比较小嘛，所以没办法做的
做成想要的样子，应该是没有办法的。你的身体不可能做成粗壮的啊，直线型的啊，可能吗？